十月的第一天，上海西岸音乐节首先登场。从演出安排表上来看，这些卡司就已经足够激动人心的了。清新可人的苏打绿，全能偶像权志龙，摇滚正能量五月天。精彩演出三天看不够，这还没完。十月五号起，欧美帅哥、韩国型男通通来报道。China, what's up? I'm Justin Bieber. I'm coming to you guys very soon, and I can't wait to see you. 十月五日，让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新生代全能偶像贾斯汀·比伯将会帅气登场，为大家带来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的表演。同一天，韩国超人气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的众主创也将空降上海与粉丝见面。还没有安排假期的朋友们，这个国庆快快走出家门嗨起来吧。新闻在线上海报道。